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， hey. 欢迎来到中华职棒明星赛。Oh,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明星赛吧？我以前都在电视前面看。第一次参加就直接参赛，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们都还没有启发喜欢看棒球，他们还是觉得有点无聊，所以都待不久。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说，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，然后他们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我说要来看爸爸，你觉得好感动吗？然后看完爸爸立刻说好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是为了看爸爸来的，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孩子们，感谢你陪我来看我重要的一天，能帮我加油吗？哎呦，那、啊、你能帮我加油吗？可以啊，今天你的啦啦队就是我跟妹妹，所以我还自备啦啦队。对，你自备啦啦队。哎呦喂啊，这是啦啦队装。你看我们苏珊欧尼尔哦，开玩笑。好的，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明星赛有什么好玩的 ，Let's go！ 耶！哟，我太荣幸了吧 ，Superstar！ 你们人生第一次在台湾看职棒，踏进大巨蛋，就献给我了。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帮我加油。因为他叫我说有空的话帮他拍一下，但是我想说，如果今天没有录到你的话，你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我们直接找官方影片可以吧？欸，我找一个这么高知名度的电子商务车的 YouTuber 来拍我，这样太尴尬了吧？今天有很多活动是不是在这里？对，我们等一下下面有，现在是啦啦队活动。OK。我想我讲完就会不见了，哦，还在，好险！我上次讲完中间就不见了，真的吗？咻！超多人的，今天应该有30,000了吧，超级热闹。台湾现在要找到这种30,000-40,000人的嘉年华，哪里找得到？而且大家都喜欢棒球的，好开心哦。现在先带小朋友，我们要去看什么？宝可梦。宝可梦，我们去找宝可梦。证明我们进来了，妹妹不能盖手，我怕她吃手。对啊，盖脚。这边应该还吃不到吧？很热闹哎，难怪要票才可以下来。现在怎么办？无止境的排队。我3点要比赛，我现在还在追鬼混是正常的吗？啊、来得及吗？我需要暖身吗？算了啦。算的是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棒球迷是没有同情心的吗？哇，这里物太丰盛了吧！哇，谢谢。哇，7个毛巾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还有扇子吗？哇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香蕉，还有香蕉，还有香蕉都有。我们满满的赠品袋耶！我们今天的位置在 Level 3， 我从来没有来过 L3 因为之前不一定会开放，大部分时候要很满很满才会开到这边。当然这边还是非常清楚，只是那个高度的感觉就差很多。我们进来了，这里很扯耶！我们第一次来到大巨蛋的贵宾席，真的，它其实有分三垒侧跟一垒侧。那我们今天站的呢是一垒侧哦，三垒侧啦。三垒侧，这里很舒服哎、欸！我原本以为大巨蛋的贵宾席没有做那么好，其实是我的眼光太短浅，是我们太肤浅了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尝试到。对，今天我觉得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，什么事？又感动了，你要哭了吗？我觉得我可能对妹妹的付出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，你看她现在已经让我有机会站在这边，然后完成我的梦想，在职棒的明星赛出赛，好值得哭哦！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感谢妹妹，虽然我现在都还没看到她在哪里。那你们不要忘了，你们今天是对手。对耶，真的很尴尬，怎么办？我有没有想说出赛的钱，然后跟我的奖金全部都要给他，我要为他赢奖金？结果我昨天公布了之后发现，哎，你们两个在赌不同队，原来是这个概念啊，这个噱头啊。再见。在上面远远的笑你，哦，不是，远远的望着你。好，希望我不要跌倒。我要贴着，对，要别在后面，别在后面 ，OK， 好，别在背后，谢谢。对，这区这么香，我在这边合理吗？赶快离开。你跟五妹在干嘛？假装去欣赏过去。好夸张哦，可以吗 ？OK 吗？就假装。不要。还有哥哥，金角白啊，金我白，可以吗？金角白。好棒。一个 Insta 360的。哦。开始哈密达！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我没想到我们是不同队。对，我以为我们同队。我原本想说我要帮你赢奖金的。我是第12棒，准备要去了。糟糕，其实我没有很认识大家，我都会太不专业。你要不要认真？
员真的好巨，球员站在他旁边就觉得哇，超级高。这个草地没有很好跑，我感觉这个是草地，人工草，人工草皮啊。他以为我在拍他吗？所以我们是同队吗？好像是，你传给我对不对？传给你，是吗？是。好。我在帮你保留证据。我觉得他手碰到他了，可以干扰吗？趣味竞赛吗？不行，干扰吧。我跟你讲说，我就扛着你跑，扛着。你应该都在练舞吧？对啊，因为你要第一次参加明星赛，要一次练其他舞队的。对。你有听他们说吗？说什么？去年魏全是大魔王，今年台钢是大魔王。你知道他们最怕跳哪一首吗？膝盖撑。对。还好。顶教学，可以可以，啊、左右交换。以那个业余的来看，我们就觉得，抬杠的很难吗？不就这样吗？结果拉拉队跳了之后才发现，哦，抬杠的蛮难的，五颗星。我只好派出哥哥来了，比了吧，兄妹对决。3、2、1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第一队有点，前队有点和气呢。所以真的是最后才决胜负，我们很关键。这样我会不好意思。有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有这一幕吗？我没有印象。刚刚跑太有点头昏脑花，不知道发生什么。好几张哦。差很多吗？不会啊，我会差很少。大概就你那方的认真，其他对啊，其他都不认真。弟弟，你看爸爸跑怎么样？你有看吗？爸爸跑怎么样？爸爸跑超快。你有看到吗？有，全部都你得证了。真的吗？7次以上，感觉情绪有点不太妙，那个语气，那个语调，妹妹有看到吗？妹妹睡着了，啊，睡死了，整场都没看到，对，整场都没看到，嗯、睡得很好，叫妈妈才有办法拍你。哎、欸，今天很精彩、欸，真的，你有没有看过明星赛吗？没有，等一下还有那个全垒打大赛的预赛、哦，然后跟投准大赛，哦，预赛很多元的，哦，了解，明天有决赛啊，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吧，吹得出来啊。坐太远，太远了，闻不到法香，怪我喽，不然是我让你坐贵宾席，你带我来这里的，是我让你吃把费，
所以我让你有一个美好的第一次看球体验。说好的把香呢？我努力闻一下。你只有狐臭，没有把香。他们全垒打统一都会跳舞，所以他现在在黑，就是他们俩会跳舞，在休息室。哦。这个音乐方式好彩。今天真好玩，怎么样？你们的明星赛初体验很震撼，第一次在这种室内球场看球。你们三个愿望一次满足，哎，第一次看中职，第一次在大巨蛋，然后第一次在大巨蛋听到演唱会。没错，以后就是许愿去找彼得巴就好了。夸张，我自己是觉得超棒的。在美国看棒球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全家同乐啊，然后花钱，哎，真的是场内的饮食要更多一点。我听到 key point 花钱，因为刚才有一个人明明这边有把贝可以吃，他就坚持要花钱。我想要买热狗。我想买冰淇淋。走过去如果很香，就可以买很多东西吃啊，薯条什么都可以。哦，所以你刚刚是拐弯抹角在建议他们的意思。我应该没有误会吧？是直接，好直接 ，OK。期待再来玩。谢谢你们来看我比赛，好感动哦！超强的，感谢，超认真，这个真的超热血，很热血。我如果撇除了认真，我好像什么都不剩了，所以只能认真了。非常开心，好玩的一天，谢谢美琪太太，那也记得去订阅追踪他们的频道哦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赞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。寒流先出。